非常好，哎呦，这种生活 你是不是稍微缓过来点了啊？那个结束之后缓过来点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葛优瘫了好几天在家，就瘫着，什么都不想看。我太懂了。他瘦了十几斤，那十几斤肉真的是，就那么咔咔咔，天天跳出来了。每天动动，每天。你今天跟艺兴，你俩能不能来一个双人舞？我愿意付费观赏。你别付费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惨不忍睹。